现在我们来勾这个鼻子，环形起针，勾一个锁针，在线圈里面勾六个短针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然后把线圈拽紧，在第一针出去一引拔，再锁上一针，第二圈勾一个短针，一个加针，一个短针，一个加针，勾三组，一个短针，一个加针，第二组，一个短针，一个加针，第三组，然后在这里可以断线了，做一个无痕收尾。钩针从第一针插进去，把这个线带过来，然后在最后这针的中间入针，把这根线从中间带过来，这样的无痕收尾就做完了，然后给它翻过来，在后面这两条线打个结。鼻子就勾完了，下面我们来勾尾巴。尾巴也是环形起针，先勾一个锁针，然后在线圈里面勾六个短针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把这个线圈拽紧，在第一针处进行引拔，再锁上一针。第二圈是勾一个短针，一个加针，一个短针，一个加针，勾三组，一个短针，一个加针，第二组，一个短针，一个加针，第三组，然后在第一针处进行引拔，再锁上一针。第三圈是勾一个短针，一个减针，一个短针，一个减针，也是勾三组。第三组勾完以后，做无痕收尾。然后把这线头放到这个洞里面，这样这个小尾巴也勾完了。现在我们所有的组件都勾完了，头、身体、眼白，还有鼻子、尾巴、口袋，还有这个系铃铛这个绳，就是勾辫子针。辫子针的长度，你自己打这蝴蝶结的时候比量一下就行。下面我们开始缝合这个头部和这个身体，比量正就可以。
头部缝完以后，把这个线插到这个身体里面就行了。现在我们来粘贴眼睛，首先用大头钉把位置固定好。下面我们来缝这个嘴。这个脸部缝完以后，我们这个可爱的叮当猫就全部勾完了。谢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